刻舟求剑。一个楚国人坐船出去，船划到河中心的时候，他不小心把身上的剑掉到了水里。这个楚国人急忙在船边刻了个记号。旁边人问他：你不下去捞剑，在这里刻记号做什么？他回答说：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，河中心的水太深了，等到岸边水浅的地方，我再从记号这里下去把剑给捞上来。船到岸边停下来后，这个楚国人果然从他刻记号的地方跳到了水里去捞剑。可是船已经航行了很远，但是剑还在河中心，像这样怎么能找到剑呢？人们从这个故事中提取出刻舟求剑的成语，比喻做事死板，不知道随着现实变化而变通的人。